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！咁就過咗兩年啦。我最懷念嘅係喺東京參選嗰段日子啦，同埋一齊參選嗰班女仔，仲有錫到你窿嘅保姆啊！其實當初報名冇諗過自己真係有機會踏上國際小姐呢個舞台噶。呢個舞台俾到我追求夢想嘅力量。冇夢想嘅話，咪同鹹魚冇分別咯。咁你嘅夢想又係乜嘢啊？我是2016年国际小姐澳门代表叶苏林，2018年国际小姐澳门代表，同埋2018年国际萬國小姐澳门代表的招募而家开始啦。想把握呢个一生一次的机会，就立即报名啦！报名详情请留意我哋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专页。选美改变人生，距离截止报名日期仲有5日咋？你仲等乜嘢啊？